级华语绘画课程对话练习。你一定都懂他们的对话了。现在我们来试试看。Let's practice dialogue. 现在你是刘依林。请你和朋友们对话。林麦克和朋友们在餐厅。麦克，他们是我的朋友，依林和娜娜。你好，我是依林，我是高雄人，以后如果有问题都可以问我。你好，我是从泰国来的娜娜。你们好，我是麦克，很高兴认识你们。这是菜单，这里的客人很多，我们先点餐，一会儿再聊。你们喜欢吃炒面还是炒饭？炒饭怎么样？听说这里的炒饭又香又好吃。好啊，我们再点一盘炒青菜，一份饺子和一只烤鸭。对了，请给我三瓶台湾啤酒。你少喝一点啤酒，试试日月潭红茶吧。一个小时以后。这家餐厅的菜有一点贵，但是很好吃。对呀，吃太多了，我们要不要去运动一下？好，走吧。现在你是史文哲，请你和朋友们对话。林麦克和朋友们在餐厅。麦克，你好，我是依林，我是高雄人，以后如果有问题都可以问我。你好，我是从泰国来的娜娜。你们好，我是麦克，很高兴认识你们。这是菜单，这里的客人很多，我们先点餐，一会儿再聊。你们喜欢
炒饭怎么样？听说这里的炒饭又香又好吃。好啊，我们再点一盘炒青菜，一份饺子和一只烤鸭。对了，请给我三瓶台湾啤酒。你少喝一点啤酒，试试日月潭红茶吧。一个小时以后。这家餐厅的菜有一点贵，但是很好吃。对呀，吃太多了，我们要不要去运动一下？好，走吧。现在没有汉字了，请看图说一次课文。Let's practice dialogue without Chinese character. 现在你是刘依林，请你和朋友们对话。林麦克和朋友们在餐厅。麦克，他们是我的朋友，依林和娜娜。你好，我是依林，我是高雄人，以后如果有问题都可以问我。你好，我是从泰国来的娜娜。你们好，我是麦克，很高兴认识你们。这是菜单，这里的客人很多，我们先点餐，一会儿再聊。你们喜欢吃炒面还是炒饭？炒饭怎么样？听说这里的炒饭又香又好吃。好啊，我们再点一盘炒青菜，一份饺子和一只烤鸭。对了，请给我三瓶台湾啤酒。你少喝一点啤酒，试试日月潭红茶吧。一个小时以后。这家餐厅的菜有一点贵，但是很好吃。对呀，吃太多了，我们要不要去运动一下？好，走吧。现在你是史文哲，请你和朋友们对话。林麦克和朋友们在餐厅。
麦克，他们是我的朋友，依琳和娜娜。你好，我是依琳，我是高雄人，以后如果有问题都可以问我。你好，我是从泰国来的娜娜。你们好，我是麦克，很高兴认识你们。这是菜单，这里的客人很多，我们先点餐，一会儿再聊。你们喜欢吃炒面还是炒饭？炒饭怎么样？听说这里的炒饭又香又好吃。好啊，我们再点一盘炒青菜，一份饺子和一只烤鸭。对了，请给我三瓶台湾啤酒。你少喝一点啤酒，试试日月潭红茶吧。一个小时以后。这家餐厅的菜有一点贵，但是很好吃。对呀，吃太多了，我们要不要去运动一下？好，走吧。